事干死我。我着急了，看看我操，我有点太肿。这是在干嘛？毛笔。你在干嘛？写字用。为什么要把鼻子往外捏？因为我刚画太白了。现在为什么你要画太白？因为我刚画太白了。你为什么在脸上喷水？因为我脸干的发绿掉了。你为什么在脸上拍了脸上？因为我脸饿了。为什么要画黑脸去？因为我刚刚把眼睛做得太好了，所以我要在脸上画出来。Oh no！ 我要剪睫毛。你的脸太差了。为什么还要在网上面剪睫毛？你不要剪那个。你这个口红颜色好好看。嗯？那是什么？哇哇哇！你这个口红好好看哦。